给它颤一颤开了啊，我准备开那个。我以前的上面稍微小了。行吧，那我就这样。嗯，别来太痛，老师，你还从那边开始给我写一个。哎，这么哇塞，哎，你的话还挺软的啊，难怪你那么喜欢耗横叉，每次我一给你压竖叉，你就给我变成横叉，原来还挺软的，是吗？你看横叉多少岁？应该我听你说了。谁说的？黄志兰说的。黄志兰的最烦是没黄志兰说的。我们已经60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来，那个三人一组来压小胯。三人八组。你没有压过吗？没有。来，这样，来那个，我看，来三人一组，你们先找好座儿，来，快，快点，55秒钟啊！没有找到座儿的人，我就不他们压了啊！5、4，你赶紧旁边的3。那个，那个老师过去，那个来这样，来，看着所有人看的啊，我只讲一遍啊，来，然后来，主播们送送小爱心哦，这个，对，知道吧？然后因为坐到屁股上啊，因为坐到屁股上，然后你们压这个，你先不用变装，我们啊，来，准备看。这位有钱，你最软，你先来。听你啊，都要压的啊！哇，你们这小孩太硬了吧都！你们这小孩太硬，还没练出来就都那个。感觉他好像更。对，慢点，不要着急。对，不要挨着地啊。你说的他屁股上。就是要坐在他屁股上。好，所有人保持安静啊！所有人先不说话了，好吗？那你冲我，就是他屁股这样子痛吗？这样吗？有一点这样。没点。是这样吗？啊？对，哇，你小孩这么软啊！就原来这么，然后你屁股原来这么长的。啊？有点。我脚后跟要贴地啊，不是说脚尖贴了地，你别一个拐了个脚，然后脚尖贴地了，你一个挨了地，那全是假的。我要是脚后跟直接踩过整个脚贴的地方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是因为换了个号是吗？就那个号。是小姐哥哥的火神路。什么？你多少人？就是看的人比较多。对，现在你们全是你们粉丝啊，所以你们那个觉得我心了，真的，到时候你们那个一会儿出去的时候，你们要戴上口罩，别被人认出来，到时候找你们签名合影的。好疯，好假呀！我们不是王志兰，我是你粉丝，给我签名。是孤注一掷看多了吧？对，我知道。我妈开的酒店，好，你们再往远点啊。好的。好的，来，再往下一点点，10秒钟往下啊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像都是。好，来那个，换人看，坐上去，快点。
拉长了啊，对对，不错，嗯。它好软，小花。舍不得是不是？哎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，让顺着点劲啊，别应该给压断了。好的，好 ，OK， 好，起来吧。我就是轻轻的动。好，来，所有人一人拿一块砖，两块砖，然后爬横叉啊，然后开始一个一个压啊，开始练习。还有一个人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，快。对你们好意思啊。给我好好的擦这。I'm so sorry， 来准备。I'm so sorry， 你们学的英语好。你的英语，那你连 of course 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了？没学，没学呀。Excuse me， 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打扰一下，打扰一下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你往前面走。好，来，快，三、二、一，压下去。哇，这个印，我看到了，哇，这个。哇塞！来把直播对着这边来。哇塞！哇塞！这是你的粉丝，你长得又好看。好吧，那小花怎么这么硬呢？我可能没事，这个小胯很舒服的压完啊，压完之后感觉你的那个。腿感觉都打开了啊！然后就散架了。马上马上马上到了，再坚持一下，你是最棒的。我是一个，你是那个对吧？什么？
你是，你可以选择第二个。哦。第二个是米奇龙。今天，今天呀，那个，数六十秒啊。因为你们六六六，祝你们六六大顺。那你们为什么不能数666秒？用666秒，我给你数，你给你数，我给你数六天六夜，行不行？你看人家多能忍，真不错。那我再问丁香，晚上六点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可以，那我要上班了。小花30秒啊！今天让我干嘛呀？今天干嘛？今天不干嘛呀？今天干嘛？四软多。今天不是，今天第一节课是四软多，第二节课就要把那个匹配组合，还有那个整个的那个组合都要。今天有两节即兴课。Yes， 开心吧？不开心。那你们最喜欢上什么课了？技巧课。技巧课，你们连胸到力都立不起来，那练了半天技巧也不行了，谁过男子？谁过女子的？你们谁会？现在谁会过男子？什么？不是他。来，你来。我不是，第二个。没事，你第二个，第三个好吧？好的。要不你最后一个。好的。好。最后一个最不好了，你们就等着，一直等。没关系啊。行，那就最后一个。达文西会过，他们要整两票砖的，你别这么好事嘛，我没少去，我特别有点怪。哎，你们谁会过满子？我。就是很稳的那种。他。谁啊？哇，好厉害！还有谁啊？王芷兰也可以哈，这么多人，哇，那你们班好强哎！还有这位，王大木，我过了，你过了，张老师，你们这班好强哎，最多，黄轩肯定过不了吧？他过不了呀，黄轩。哪有你们这么快的数的？你们数的是美国时间吗？对，十九八七六，好，点一下啊，五不错，四三，我都赶过劲儿了啊。来，第三个，你没有去过，你就是最后一个，你刚刚说好了。哎，你们地面技巧会做什么？地面技巧啊？这个那个，你们都学过地面，你们学过大小柱吗？学过。那你们这地面技巧应该是挺牛的，为什么修道力都起不来？是那种别的技巧很牛的，又不是修道力。
出倒立是最简单的了，就跟你倒立一样，就跟你会过马车，不会倒立。你们前跳后跳都会过是吧？对，所以通常有反对吗？啊，不是，有小别人还没混。明天就反过来。我也是，考进一般的时候，今天上午预备的项目没很多，昨天没练过吗？真的。真的，所以今天给我们的谈。喜欢古典舞还是喜欢民间舞？当时古典舞，民间舞啦。不是，我说古典舞和民间舞，你最喜欢哪个？古典，民间。民间。古典。喜欢古典舞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你是举还是不举？我不举了吗？啊。两个都喜欢怎么办呢？只能选一个。哇，这不全是古典舞吗？那喜欢民间舞的就一个人。我两个都喜欢，民间所以我傻了，所以两个都不举。你没有喜欢的，看过什么舞蹈喜欢的剧目吗？你们民间舞最喜欢哪个族啊？傣族。傣族对的。等等啊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，不错。苗族吧。傣族。水族。水族，冷水族。有这个苗族。
够了啊。这是不够。你去跳过水服？没有。哪有水服啊？水服馆啊，你说是？你是去了水族馆去多了吧？你不是有水族馆，一年才出两次泳，你还小。你是去动物园看了个水族，你就觉得是有水族是吗？是在水里跳吧？那你？看到美人鱼都在水里跳，水那个叫水族呀，那不一样。那好像那就说美人鱼吧，但美人鱼没有刘海。有啊，有的有，没有没有。我怎么可能占用校校老师课啊？我从来不占用任何一个老师的课。校校老师，你占用中央老师的课吗？然后你那个那学校拿给我们，我们还有啥时间上下课？那个周央老师啊，周央老师说你们那个过门的过得太慢了，所以就没给你们，就让我先给你们上，是吧？什么什么？过门子。哎，你们都是在地上过的还是在垫子上过的？地上。地上。都是在地上过的。那相当可以了，你们班。摔就摔头。摔头。摔摔头还是摔的？就是那位。摔头。就是那位天哪，那你们可别，那可注意安全，你们别变成那个，别变成铁头功了。蛮子没练成，变成铁头功了。
What's your name? 哎呦，你喷我一脸啊，大姐！What's your name? What's your English name? 哎，你叫英文名叫什么？哦，不不不不，哦不不不不不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嗯，好，来，我们那个把
把砖，来把砖放到树底下打画啊，放一块砖。快！我数十秒钟啊，十，没有录完之后我再给他再压一次啊，十九。5 6 7走，1往前。
起来，啊，膝盖伸直，三，五，四，五，六，黄山把膝盖伸直，八，好的，九，对了，黄山，十，好的，立过，十一，立过，十二，好的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好，点好。OK， 我要这个啊，这个状态的话，明天就把昨天的总分比给你还给你们。黑就行了呗，拉黑了，但是那个评论删不掉。没事，你不用管。别看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别人是坏话吗？没事，因为他流量到了一定高度，他就会有这些人，要不没有这些人就起不来流量。嗯，没关系，很正常。谁关注了主播？谁关注了主播？嗯，没关系，不用理他们这些的啊。嗯，来，没关系，就是你们太火了。你们太火了，现在好多粉丝，就是每个人都会有黑粉，你们每个人都会有黑粉，每个人都会有那个黑粉都集团，你直接开吗？你不自己先活动一下吗？你们自己先开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开啊，要不然我会拉伤的。自己先开一下，我们再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会翻。行了，你先看一下。现在你要用的是翅膀呀。哎，那个老师，这把再弄一遍。一个人练呀吗？那不然呢？我们就拍一下，没给你们多用这个词。自己压完了回一下腰啊，自己
己回一下啊。你要压不压？不疼，真不疼。一会儿你们给我拍行不？行，一人给你拍一次。这不就跟伸懒腰一样吗？我还想。
来十个完事儿，不要再来，来，来，我，你们做不好就一直来啊，五六七走一二二，十个做好了。好，来那个，
个踢后腿来，准备，马上踢完后腿我们下课啊！别说了，来，快快快快快！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你每次特别慢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准备。来，准备，五。不扎了，一会儿再扎，一会儿再扎，一会儿再扎。对，再披着了，你马上下课了。那我给你弄一下，来，准备。好，你们站开一点，黄轩往旁边站。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黄轩。来，准备，马上下课，你们为什么老总是在这儿就这么多话呢？来，准备。加腰的啊，给我放正了，膝盖脚背伸直，绷脚啊，一号就二十啊。加腰的。对，加腰的。那个对，不要塌腰啊！我们先踢右腿啊，先踢右后腿啊！来，准备五，好了，五六七八再擦出去，先站好了，后背立直了，后背挺起来啊！一会儿再擦出去，那是谁啊？那个五六七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二，加腰，你们没听？你看，我刚刚说了多少次加腰，加腰，你们没有？膝盖伸直，来，准备，再来。你看你们一直在浪费时间，我不管啊，我要准时上课。啊、你们现在反正已经下课了，你们要这么一直拖着，我也就拖着。你们休息五分钟，只能休息五分钟，休息五分钟啊，踢不好就一直弄，要不就不休息了。啊，反正我四十准时上课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走，一、二、二、二、三、二、四、二、五、二、六、二，别松。朋友们，赶紧